高碳码，好，结果高碳码是一样的打法，主要倒是我们转半的方位，一看我落步就知道，你看现在我一落步，转晴变成这个前方。其他的动作倒是一样的，没有改变。所以关键是落步，把整个身法调整过来。好，我再打一遍。看，两手松开旋转，手要保护身体，在身体前面打圈。往右边磕过来，点步，好，踏稳，右腿勾打一圈，好，就是这个时候，右腿落步，往右手边落步，然后身法转过来，扣左脚，变成这个方向，前方，然后继续两手拉，翻。再收，你看整个动作是一样的，咳嘘发，所以关键就是一勾腿以后，这个腿右腿一落步，往右手边开，然后身法夸扣过来，配合扣左脚。这样扣一下，往下沉一点点，然后就翻出来，再拉一个小圈，肩要松看我的肩还有手臂，松活，稳定，高碳码，